才知道古大德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，其来有自啊，他有道理的啊，他不是随便说的，这不是经验的啊，这是通达自性性相作用的事实真相，他是这样的啊。或是你要真正见性，你只有走一条路，你走两条路就太难了，你走三条路就更没指望了，走四条路你到十字路口了，你越迷越深。真正道理在此地。幕后第十，神通显土啊，他这个十条也是有次第的，不能乱的，得定之后才有神通啊。神通就是妙用啊，神通显土，显土就自在之意啊，自在当然没障碍了，有障碍你就不自在了啊，自在就没障碍了。为佛以神通不思议解脱之力，令一切法于一法中建立，显现圆融自在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如果说是真能体会啊，真的不怀疑了，肯定佛说的这句话啊，那这就是佛也说了，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法门成就了一切法门成就。这里面说的是我们比如说这个经吧，一经通不是佛教经典啊，所有古圣先贤经典全通了为什么在一法里头见性呢？法法都是自性呐，没有例外的，那怎么会不通呢？当然通了啊！于是你学习的方法了，就真正得到了啊，才知道古大德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，其来有自啊，它有道理的啊，它不是随便说的，这不是经验的 啊，这是通达自性性相作用的事实真相，它是这样的啊，或是你要真正见性，你只有走一条路，你走两条路就太难了，你走三条路就更没指望了，走四条路你到十字路口了，你越迷越深。真正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你只要你见性呢，你在一法里面呢，啊，一切法了，在一法里的建立啊，一法就是一切法，啊，一法通一切法通，啊，你的心永远是定的。
啊，定的境界什么呢？没有人问你，向你请教，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什么？般若现前呢？这是般若的体啊，那就是大定。啊，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啊，全是定境。那有别人来问你，就好像在水里头啊丢了一块小石头，起了小小的波浪，你立刻回答无所不知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无所不知啊。啊，我们凡夫习气很深，染污严重啊！看到这个世间人都广修多闻啊，我们也样样都去舍利，样样都去学习啊，结果什么？费了很多的时间，费了很多的精力。一样也没通啊！那么所学的知识，这些知识在佛法里面讲叫所知障。你看，你除了烦恼障之外，又多了一重障碍。障碍什么？障碍你明心见性。释迦牟尼佛慈悲，当年在世就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他好学，我们世间人的赞叹，聪明好学啊，这个年轻人呐、啊，19岁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，是到30岁那一年，大概在当时。宗教界、学术界的高人，通通亲近过了。啊，都向他们学过了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，真的是广学多闻了。啊，他来表演给我们，给我们看的这条路是错误的。啊，问题解决不了。啊，当时印度宗教界、学术界都崇尚定功，没有不修禅定的，所以四禅八定在那个时候是普遍的现象，不是佛门有。啊，经典上讲四禅八定是讲那个时代的，啊，一般人普遍都在学，啊，柳道是看到了，这个空间维次突破了，啊，上面到飞翔飞飞翔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这个障碍突破了。啊，可是还有问题。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东西？这个问题，宗教界没人能答复，学术界亦复如是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，他在毗婆罗树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全部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所知障，豁然大悟啊！啊，
这经上记载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，这才明心见性呐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知道了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也知道了。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？好，世界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华藏世界品，宏观世界，世界成就品，世界怎么来的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在此地讲。此地讲的，令一切法并然起见，啊，与这个一切法与一法当中建立，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30岁成就的。这个成就得到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了，啊，从事于讲经教学的生涯了。一直到79岁，他79岁圆寂的，啊，经典上所谓的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啊，他的教学生活49年了，没有一天不教啊，一个人也教啊，两个人也教啊。啊，常年讲经啊，声名在外啊！啊，慕名来学的，那就不计其数啊！啊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啊，这一批是不离开他的，佛到哪里就跟到哪里。啊，生活简单朴实，不麻烦任何一个人。啊，他们没有房舍。啊，晚上住在哪里？住在树下。啊，那个时候原始森林很多。啊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在晚上树下打坐，啊，白天出去偷播，日中一时过这么简单的生活，啊，悠闲自在，啊，真的《论语》前面讲的两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那个朋是什么？学生来参学的人。啊，每一天都有参学人向他来请教。啊，时间短的几个小时，啊，就走了；时间长的，啊，有的人跟好几个月。有的人跟他1-2年才离开。啊，你想学什么他都教你。啊，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。没障碍了。啊，真的是行心圆融自在了。啊，精明于一城中建立30一切佛法，30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啊，一切佛法就是对于一切法觉而不迷，对于一切法了真正证得大圆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